快当我大哥的，我其他都操的完了，给我的都是。这来好几家看的人，他说我，你说我大哥我也不上钱了。嗯。我这上钱这俩也没干了，就没事儿。不是，咱聊一聊。总共多少钱？总共一万多。总共一万多。你要求上现在要的，你都拿了不要的。说咱这个稍微实惠实惠。那就来要的，来收的，还有干嘛不用了？他家乡不是我问你呢？你这要要不要的，我这交就干了，不是我一工资。大差不差就行了。今年买卖都不好干。主要这不是那个生活不通不。你要的什么？就上你钱了。一千块钱。啊，就是我得掏起来。这浪费的那样来的，当官儿起我起码是带枪的，上不干嘛？是翻来那个，就是就上一千块钱，不行你来。那行，那我要了，要了。我就拿一万块钱，我过两天我再给你带过来，行吧？下不了你呀。我给你一万，过两天我再给你带来，不行吧？大叔能使的，但不跟大叔闹了。不，但是没有，我也。但是老实说，大叔不跟小辉没事。是。大叔不能我倒卖的。小辉见面我就感觉挺实在。但是我实在时候就是。上回见面你都没跟我说呢。啊？上回咱在那个谁家见面的时候，你没跟我说呢。这不没说我没，那时候我不大好卖呀。哦。咱说好了一万四啊。嗯。这是一万，这四千，你先点一下。哎呦，大叔这个价还不行嘞。给多少年的来送过去？给保存的咋不能？这个有虫。大叔，这个还不行啊！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，你可能联系到，这个裂了，有虫线。我这多少年的了，还送了？俺不是说故意挑毛病啊，这些东西我都得仔细看。它瓷器这个东西，一旦出现虫线，它那价格就不是那个价了。行吧，就是你那一个不行，就咱不是那啥的。不是说我没怎么跟你讲，但是它这个有毛病了。多少年的了，这些东西它掉不下的。那你好好看看，他真有毛病，我不是跟你那个瞎说呀。你是看不出来啊？不是，你看这个地方，看见了吗？改个年纪了，这太明显了，这个，你看，这都进去沁了，这就老冲，这也不是说刚磕的，刚磕的进不去这种脏东西。不是，咱都拿好了，但这个他出毛病了，你咋整？我这你十块钱就这一下拿的不是一块，不是外八的。那你这你多少再给我便宜点？全都弄好了，一万五给咱给送过来1000了，妈呀！这少一万五，我不买了，我还不懂卖了，再便宜1000块钱了还，就是小的你要不认啊？但是说这还真有毛病。就是不是少1000块钱了吗？不是少一万五不买了，不我倒卖了吗？那人拿不认啊？那行吧，叔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是吧？给我便宜点。我就少一万，我不买。我这不在，我还得那都是的，我过家里。这是多少辈子的了？你这身上现在咱不孬。
啊，是，你说是这么个事儿。车再走，你卖个玩意儿，卖个掏钱嘛。嗯，啥时候卖上也不值钱。卖八万来块钱。哦，哪时候也不值钱，哪时候才卖了？八万块钱还不行吗？那肯定是好东西，你肯定还有好东西。没有了，你看这个。行，我明白了。我不给你讲价了，但现在他说你如果再卖的时候，你想着点吧。行，行吧。行，行。其实大爷，我知道您挺什么，我本身啊，咱讲价归讲价，买卖归买卖吧。对对对。我寻思说讲到一万四，我想再多给你几百块钱来，但是这个有毛病，我就不给你，咱就这么着了。啊。啊。不过你。我说红颜做的白毛的，啊，真漂亮。嗯，还走了还是吧？啊，哎，我这是真是太喜欢这四个杯子了，这是一眼就相中了。有些时候啊，象征的讲一下价，因为有些时候，对于外行来讲的话也是不要价，但是这个大叔要的吧，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合适，还是拉近一点点。这个杯子是了不得的。江西瓷业公司，你知道它的前身是什么吗？很多人可能不了解，它的前身就是清代的御窑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个清代的时候御窑倒闭了以后，那么就成立了江西瓷业公司，在晚清的时候就成立了，那么一直到民国，那么咱从画风上看的话，那么这就是典型的民国时期的，这一个是相当相当漂亮的，拉近了，拉近了。青花管加粉彩，那是一个低温釉，一个高温釉，那需要两次入窑烧制。这种精品能凑成套的，就是少之又少啊！你看啊，它这个美到什么程度？咱就看漂亮到什么程度啊！有点什么，就是说如冰似玉的那个感觉。我说一件好的东西啊，能达到一定水准的。江西瓷业公司六字青花款，那么上面呢是牡丹和鸟，这边你看啊，我刚才说了，我说每一件这个精品它无一不精，第一它这个材质如冰似玉，第二它那个粉彩的过渡，鸟的灵动啊，包括它一气呵成的这种感觉，都是大师级的啊，这些很有可能都是御窑厂当时那个师傅去画的，材质啊非常的坚实和细腻，器型呢又挺拔，墨书非常的有力，而且深沉，冰心应该是就是一片冰心在玉壶，关键难能可贵的是，你看我在济南这么多年，真正能收到在济南俩字的很少，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去上说御窑上官窑啊，上这种级别的窑厂里去定制的话，那得花多少钱，就是说白花花的银子都搭进去了，看冰心济南恒兴顺壶品，难能可贵啊！铃铛杯非常非常的好，真难能可贵，太难得了。这是典型的那时候的这个宜兴石头的一个名品，这种叫洋桶，就跟个木桶似的。关键是这里有一个鉴别的点，拉近了看一下，一般在这种大印章的边上还有这种回字纹印章的，又是说一些纹饰的这种哈，宜兴瓷啥这种年份都早一些，一般都在晚清民国，能保存到现在也是难能可贵，不是说咱说一般人家就有的东西，你就别看这个大金壶啊，都是原来的铜壶啊，也真不错啊。这是那种黑砂宜兴的名品，每回啊都想给朋友多讲解一下一些鉴定的知识。那么这一个咱再看一下，我当时这个大叔啊，就是说已经让了，咱心里也是理解啊，就不给他多讲。别说一只有冲，别说买到四只，就买到一只，都非常非常的，就是说惊喜吧。
那这一个你看有一个出现了，三个都是完整的，虽残犹荣啊，能买到这么一套，那简直就是今天就是太高兴了，也是个缘分吧。咱们经常说宝玉有缘人，有很多古董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，有时候喜欢手里钱有闲钱的时候就可以买，可以去玩，当然这都是物质之外的，我们没有闲钱，那我们一定不要超支去，那失去乐趣，我们一定在满足物质基础的情况下还有闲钱去玩，收得起藏得住，这样才能心情愉悦，才能让我们感受到收藏的那种快乐。什么是收藏？收得起藏得住，收藏无大小，量力而为之，文化无贵贱，文武高低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收藏需要量力而行。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，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。你也在这，哎，老师你别拍我，你别拍我，没拍你，我知道你干这行的哈，没拍你。那个啥，你看那个，就是我老爷子吧，嗯，以前旅游过一些，就是那种玉，嗯，然后我这啥也不懂的，家里人也没有懂的，你看这能不能给方便，有时间的话，你过去给搂一眼。你远不远这边？啊，不远，这边就是跟前附近的。有块布嘛，我稍微放一下，因为这个玉怕。行，这就行，这就行，这行，带回去，我看一下。前段时间吧，哎呀，这个就现在在自己手里留着吧，也不那个啥，然后就想的是，我到那个叫什么古玩店啊，看了，然后让人家给看了，然后人家收就给2万块钱。一堆啊！啊，您这给看看吧，看看是行不行，怎么样？老爷子那时候是干什么工作？专业玩这个？哎呀，他就喜欢这个。今年啊，这个一想到的这个家里这个经济状况不太行。老爷子绝对是个高手。咱也不懂这个呀，是吧？您这，您开个价，我觉得能行的，我就烧着。三万。您爱人或者是您妈妈这边，她到时候不会有意见吗？啊，他们知道吗？这个不知道，知道哈。你不到时候，我就是说我给拿走了那时候，啊，这个不合适是吧？行，过去了。啊，对，好嘞。过去了哈。哎，收到了。收到了啊。嗯，好嘞，谢谢。好嘞，那我就不多打扰了，那我先走了哈。好嘞，谢谢。好嘞。你慢点。那么又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。玉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组成的一部分，季羡林曾经就说过啊，如果用一种物质贯穿整个中华文明的话，只有玉，因为我们在8000多年前就发现了啊，我们古人制作的玉，男女老少啊，无不爱玉。孔子说，玉无德，仁义智勇节，温润内敛，君子如玉。为什么古人有好多的玉佩呢？那第一呢，就是身份的象征；第二呢，你像这种玉坠的话，它攥在手里，人在紧张的时候啊，攥在手里有安全感。有人说呢，人养玉三年，玉养人一生，其实往往就是如此。雕的一个什么呢？叫瓜蝶连绵，然后家族鼎盛，延绵不断之意。很多人问我啊，小哥，您玉是资料吗？古代的玉啊，大多不说100%，也差不多啊，都是资料。因为古人呀、啊，那个时候还不具备开山的能力，所以说古玉大部分都是河里捡的。而我们现在看资料的话，很多说带皮儿，其实有很多时候古人是不巧雕的，把皮儿都去了。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好。那么这是明代的，那么明代的玉和清代的玉怎么区别呢？明代的玉的话，线条啊粗犷有力，简约而不简单；清代的呢更加繁缛啊，明代的呢更加厚重啊，各有各的美。那么到乾隆时期呢，到达鼎盛，那么这是一个明代。您看这是多大的一个资料的一个书法件，难能可贵啊。那么接着讲这一块，这是明代的一个白玉的，叫直连童子啊，那也是一个啊。玉坠的手法叫非常难得哈，这上边呀有这种沁和天然的柳啊，这都正常的。咱们正常说，人无完人，玉无无瑕。您看这个白啊，这个感受，这个开脸，这种神态，它这种动态，
是现代人雕不出来的，现在都是机器工啊，电动工具，古人呀是拿驼具一点一点驼出来的，往往雕一块玉需要两三年甚至更久，那真不是一般人的玩意儿，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才能够拥有的，这个也是非常漂亮。这个啊，上面写着那个啥，福如东海啊，上边是两个龙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这种就是长命锁性质的，一般啊，孩子呀，或者是达官贵人呀，佩戴之用啊，光气特别特别的好。这是翡翠呀、啊，这也是一个翡翠啊，上边雕着，这边是和和美美啊，那就寓意啊啊和美如意啊。这是也是长命锁性质的，一般都是给孩子呀，或者做嫁妆啊等等等等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这种都是啊晚清时候的。再讲这个啊，这个大家能看明白吗？啊，我刚才说了明代的怎么样了，厚重啊，简约而不简单，厚重简洁大气啊，然后线条呢比较的犀利，葫芦，那葫芦寓意大家都不用不言而喻了啊，葫芦有余啊，这个能看出来吗？皮儿还没完全去掉，能看出籽料的形状来，有很多如果这个皮儿打磨干净你看不出是籽料的，你想想就现在这样一块籽料啊大概得多少钱，非常非常合适啊。那么这一个哈，大家可能很多都没见过哈，雕的龙头后边是一个八卦纹的，那这种啊相对来说啊就更为难得啊，这是一块黄玉的玉佩，这个晚清时候的，非常难得，真的非常难得，雕工啊也非常好，莹润度也非常好，黄玉来说的话相对比较少。玉环其实很多时候呢是袈裟环，就是高僧绑这个衣服的这个衣角的这个袈裟环，这是一个小兽啊，兽嘛就代表长寿之意。那么这个形状叫什么呢？叫犀。那么在这个诗经里就有解释哈、啊，说童子佩犀。其实这个犀有一个美好的寓意，其实它是早先是具有功能性的一个意义，就是说解绳的啊。那么慢慢演变成呢，就是说啊就解开心结之意啊，有这个寓意在里面。还有呢，就是帝王也是佩犀。犀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这个字哈、啊，就说、啊、它不管什么东西，迎刃而解啊，变乱为治。你放到我们现在的寓意就是说，哎，你看它像刀子形状吧，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一路畅通的带着它哈，就是说路路亨通之意哈、啊。那么这上面有这种啊三角几何的这种类似啊折带纹，这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。那么大家看看这种简洁的线条就知道了吧，这是明代的，尤为难得。漂亮之极啊，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啊，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。